那边。我是个人的单人跳线上，我单人跳你那。我是进蛮快的啦。哦，有人有在移动了。哎、欸，老板嘞？老板嘞、武装国度的吗？对啊。老板嘞？我想说，既然我要买东西，结果没看到老板。补货了吧？哎、欸，这附近就只有这一家哎、欸。你要知道，偏远地区补货比较久啊。哦，很远呢、欸。哎呦，感谢礼物，太久了。感谢发喽。对啊，好久、哦。真的，这圈有点……我进来了。哎、欸，进来了。没有，没有。到底有没有？有，有。有，进来了，要蹲蹲蹲了。我怎么看到杰克先进来了？嗨，感谢礼物。那谁找的？记得先去买一下护甲哦。好、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对，我装甲卖太好了，这是 ID 所以要帮着补货，对吧、啊？刚刚赚了好多500块，爽，赚，大家赚一波。杰克一定有代言，真的？你是不是有收什么广、工商费用？工商费用，一定有啊，一定有。有的话，我早就什么都买了。你早就有一大堆防弹衣了，真的。你的防弹衣是不是永远显示那个已满？九啊。你的防弹衣是不是都显示已满？没有啦。你怎么那么骄傲？进来喽。等他进。阿金是关掉过吗？对啊，刚刚有关掉过啊。哎、欸，老板呢、欸哦？我再关掉一次，换一个啦，不要执着于一个。哦，老板出现了，好，我看老板凭空出现了。哎、欸，老板卖我东西啊，哎、欸，哎、欸，老板，哎、欸，老板，哎、欸，哎、欸，你可以买东西吗？买什么护甲吗？对啊，可以啊。很幸运，这次死抽不能买，我可以买啊，很正常。不能买，地堡应该可以卖护甲啊，怎么会没买啊？自制护甲吗？对啊，镶个 logo 上去，干嘛啦？因为他不卖护甲，他不卖我护甲，关门的啦，你把他炸了、喔。他用火神直接往里面扫射了，哇！他不卖护甲，我要去另外一家。我靠！哇！我这是你被扫死了？我是卡了。我刚刚在撞到什么东西？靠！我在撞到什么东西？我等一下我会那个，我重开。哇塞！把别人撞死！我是完全没看到你，你就死了。Combo、对，一瞬间，然后变变都没了。变变，哎，这边有枪。哦，这边真好。武装古路在旁边。重看一下。嘟。我刚刚是真的是没有看到你，我都听到啪一声撞到声音的声那个效果。哎，老板，来补货了。地堡多贵啊，感觉我也要找时间买一下。100多啊。100多吧，150左右。购买任何鲨鱼卡、现金卡，嗯，可获得额外600万 GTA 游戏币奖励。任何吗？任何，等一下我刚好截图。任何应该又是那个吧，大白鲨卡以上的吧。大白鲨是送125。巨牙鲨卡呀。巨牙鲨就是。巨牙鲨现金卡。倒数第二个啊。所以送600万，他原本那个是多少啊？100多万。上次是那个啊，上次大白鲨，大白鲨以上啊。嗯，我想一下，大白鲨在巨牙，在金鲨嘛。
是禁杀再来狙压杀。巧克力也有玩，所以我们不能玩 GTA 咯，巧克力玩了。对呀、啊。哇哇，这样 GTA 要关掉了，别人不能玩、啊。我们来玩猜思都不用玩。对啊。对啊，观众都不让我们玩这个游戏，他觉得人家玩过，我们不能玩。嗯、对呀、啊啊。哇。没有没有没有、啊，你说巧克力玩过 GTA， 我猜他还没玩过末日，所以我们可以玩。嗯，好，嗯，对，他一定还没玩过。我们玩过，他就不能玩喽。对啊，又看不到巧克力玩喽。要记得去他的台说，繁星哈基他们都玩过了，你不能玩。对呀、啊。哎、欸，我飞过头了。啊，我们加入游戏。巨牙杀信就上 James is good kid is this good is good kid、哎、看一下到一秒 good kid 那不是一开始的剧情吗？对啊对啊，换了电脑都会这样啊。啊 your son James is good kid is good kid It's cookie, cookie. It's chocolate. 然后他叫饼干，但是他有个绰号叫巧克力。Chocolate， 原来是巧克力饼干啊。还需要 SS 啊？只有基本款的 SS 啊。我抽只有浴巾哦。巧克力太子你没解完吗？难抽哦。你们自己解吧。有人在吃。不要啦。游戏有独占模式哦。对啊，现在游戏很多都独占模式。哎呀，别人玩过，其他人就不能玩啊，独占啊。对啊。终于咚咚咚了，终于咚咚咚了。你终于进来了，你进来了，咚咚咚啊！加音乐了，我来看一下那个巨牙沙卡是吗？你想买的吗？要了吧，600万呢、欸，600万呢、欸，这个是金沙多块吧？600万你买下去可以买五座地堡哎、欸，你可以买两台暴君二哎、欸，哎、欸、如果五座地堡都给他生产钱的话，那可以赚五倍的钱哎、欸，白痴哦、喔，白痴哦、喔，巨牙沙卡。是最贵的那个啦，哇，3000多块是不是？就100美，哎、欸，真的三千多啊，一单啊，一单啊，特、嗯、了啦，对不对？特了啦，什么都可以买满，是不是？特了啦，大变了，你看你手游那一种游戏，你都氪了，你这个这么对啊，三 A 级大作哎，你都不氪，不然你要不要想一下，好，等礼拜三好不好？没错，那不是我。早说到不知我们家的人，怎么游戏？你可以想到礼拜三啊？你说 GTA 吗？还是左下角的左下？哦，那个我们刚讲的是沙滩排球，沙滩排球，那个生死格斗，沙滩排球，维纳斯什么勾的？维纳斯假期，哦，维纳斯假期。我才刚进来，我还没去买那个买护甲，等我一下。我要去阻止你买。招募罗罗。对啊，生死格斗、沙滩排球，我还没玩过。到底你们到底好不好玩啊？他你们到底好不好玩？他，我觉得他不是在玩的部分，而是在享受的部分。享受的部分吗？享受？享受啊！跟抽 SSR 的部分，我觉得我靠！啊啊！没事没事没事，我。150万，但是我没有1500万，但是我没有在前17名里面，这坏掉了。一时氪金，一时爽氪金，
一直爽，一直氪金，兔兔会不爽，兔兔会不爽，兔兔会不爽。今天因为这个新的活动又开了，我就跑去鼓起勇气跟兔兔告白，我说我可以吗？然后就开始了，我真的觉得我像在跪算盘，在听他讲东西。哎、欸，他都不让我买护甲、欸，哎，为什么？你不需要，你是超人。我等下就一直死给你看。You are hero. You are hero. 那我买护甲，你们都可以，我都可以邀请你们，然后都可以加入，为什么不让我买护甲？让我买护甲，护甲，给我护甲。护甲，给我饼干。老板你要干嘛？老板你要干嘛？你要锁门了？哎呦，老板要锁门了！哇，我觉得今天不用不用不用抢劫喽，我们去外面听老板在里面做什么喽？我看老板直接正大光明的走出门外，为什么？他是把你锁进去，还是把你跟他一起锁进去啊？他直接走出去，然后我还是可以开门啊。啊！你到底做了什么？哎、欸，老板，你到底要不要让我买护甲、啊？想美吗？然后拉链声，等一下啦，我要买个护甲，老板。我先解散那个摩托棒好了，看这样能不能买。好。你是不是要煮老板啊？我看煮老板这样子，他能不能卖我便宜一点嘛？不，我进不去末日抢劫。什么意思？我被锁在门口。啊、我在影院的设施里面。我被锁门了。哇，你被锁门了！我要去找另外一家三四家看，真的不行就算了。身上没钱，哎、欸，有可能哎、欸。可是没钱他会讲吧？没钱是他先扣银行的、啊，扣银行的钱啊。对啊，对啊。我把从 iPhone 删除，我怕忍不住就刻下去了。可能巨牙沙盘买下去就可以买了。哎、哦欸，真的啊！直接推销。我当时夜总会的设施就是、哦、不是好像大白沙卡而已吧？嗯，就把里面东西升一升，啊就没钱了。嗯。咖喱饭吃腻了，那你可以吃炒饭啊。不是我提咖喱，怎么了？嗯，没有，没事，我没有在玩人，就是没有。你又在玩、哦？你在玩谁啦？我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过去看看哈基在玩谁。他一定要把妹子囚禁起来了。哈基在哪里？哪有囚禁？哈基，你好远哦。怎么囚禁？我刚刚就看到现场了。有吗？什么求什么？有啊，我看你开，我看你开直播了啊。对啊，有直播囚禁哎、欸！哇，这个人，哇塞，哇，哎呀，跳啊跳啊跳啦！哎呀，你有钱真好，可是就是他死了，哎、欸。你是那个把他弄死了？他没死啊，为什么有颗心呢？哦、人家可能是局长夫人啊。他刚刚传赖，他刚刚传赖给他的老公，你我不知道。哎，他装死。欸、老板，你不要真的死了吗？他不是他自己跌倒的、欸，他自己跌倒的、欸，自己跌倒死。我选择死亡。怎么跌倒算我的？欸、老板。好吧，那算了，黏一黏好了。我真的买不到护甲啦！欸、你什么游戏啊？你是买最重型的还是都不行买？不是，我连那个护甲那个开都开不起来。哇！而且老板也不在，为什么？哇！哇！拒绝往来户了，你在各大那种枪支老板店里面黑名单了。这是什么状况啊？还要再重开吗？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嗯，送你啦，黏在你家门口啦，真的是哦。
他老板又来怎么门口亮亮的，还闪一闪一闪的，好漂亮，好漂亮。来，我们再管他不管。啊哟，不行，警察看到我了，机车。要不要借你？要不要借你车飞啊？哎，好啊，好啊，你先停在个地方。啊，那边我瞄准好。做创组织什么的都可以，就是不能买护甲是怎样？好，都要了。好。我先躲警察。好。哎、欸，警察刚问我说有没有找到一个很帅的犯人呢、欸？哦，有啊，你刚说你不认识他。哎呦，打雷了！哦，你说谎！哦，打雷了嘞、欸！我的，这个说谎哦，老天爷都生气啊！哇哇，这老天爷都超气的，都打雷了，打雷了哎、欸！天哪！我的，感觉艾斯好用，我在等他升上去。我现在这个还没有加五，对，哎。谁瞄准我？谁？你瞄准我是没差啦，不过这个车不是我的啊。对，那台车很贵，你瞄下去没关系啊。瞄谁的？什么时候继续解密塔楼？密塔楼？那什么东西？我们密塔楼？解密塔楼？密塔楼？密塔楼？塔楼？哈喽，飞剑买暴君一还是暴君二？喜欢二啊。二。就是跟那个、啊、卡斯一样啊，新的东西一定是最强的啊。嗯。未必最强，但一定好用。嗯。不要放屁呀、啊！如果你只想飞一下，那就买一啦。如果你想一直飞，就买二。嗯嗯，一的话你可以享受冲刺的快感，但是会一直摔，然后会被电线杆打。车子还会自己投奔自由。嗯，还会给你寄锁喉，追寻月亮。最终阶段。